大家好，我是黄奇祥。我的父亲黄国南自小就对素描画画非常的有天分，17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李新富老师进入木雕工艺学徒的阶段，秉持着自己对素描画画以及艺术上的天分，在短短3年的时间就能够创造出自己风格上的作品出来，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努力与精进，所以能够在木雕业界屹立不摇。父亲的作品风格从早期外销时期的作品，如老鹰、老虎、大象等动物系列的题材，逐渐慢慢转换成个人创作为主，创作中都以生活环境、人物结合为主题，如农夫牵牛、老妇养鸡喂鸡、斗蟋蟀，还有花鸟蔬果、生活亲情等这方面的题材为主，以及奇木巧雕艺术，用就像这一件用素瘤来表现整个它的意境出来，将中国诗词的意境运用在创作之中，像一些作品如松下问童子，或者是奇异饮茶这方面文人雅士的题材，都作为创作的题材。木雕创作是父亲一辈子的兴趣与职业，他说木头是有生命的，木雕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与木头在对话。他平常深居简出，生活简单，大多时间都是在酝酿与思考与做作品。随着人生不同阶段的体验，活到老，创作到老，就是他最具体研究的精神理念与实践。我的父亲对木雕创作的要求很谨慎，很细腻，从构思、构图、下刀到收刀，一丝不苟，追求完美。我个人的木雕在创作之上，也还是秉持着父亲的精神与创作的理念延续下去，只要求最好的作品呈现于世人的眼神之中。